么大了？一三。叫什么？哎，高爷。九爷。我问你大名叫什么？在高爷。真给他分清。你才多大？叫九爷。说，那个账房先生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说你的人要找林住宝宝。他们怎么说呢？不高兴，要补。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一定要补。拿去你也补一补，我告诉你，改个名字，叫这个名字，你早晚要吃亏的。派个人盯着他。是。回来。知道盯谁吗？九爷呀。